凭借你的引导泪痕，人间飞花柳红，千种落尽软香，烟雨三频道，我是这个时间段今晚的主播，然后我叫武星辰，刚才给大家跳的一首舞叫做贪官啊，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一点星辰的关注，或者是视频右下方的直播通知可以勾一勾，好吗？然后你感谢大家的小礼物，谢谢风剑哥哥，感谢你帮我打的广告啊，谢谢。有三支舞，大家可以选择一下，大家想看哪个？第一首呢是玉生烟，第二首呢是水姻缘，第三首是风月，大家想要看哪一支舞的话可以扣哪个数字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倒计时，三个数，三二一。第一首歌啊，恭喜这个大哥，然后给大不知道，也不知道那个第一首
第一首歌是玉生烟啊，那就跳玉生烟了，好吧，扣再多三也没有用啊，啊，给你选择啊，玉生烟，那就跳一支玉生烟送给大家，好吗？有喜欢新人的朋友们点一点哦，没抽到你就不公平啊，啊，呵呵这曲《玉生烟》送给大家。烟卷卷，不思恋情，遥望玉生烟，飘荡荡山间。
感谢五天，谢谢你的六六，谢谢你的小飞机，然后也感谢木哥，欢迎大家来到953频道。然后呢，我是这个时间段接麦的主播，我叫武星辰。刚才给大家跳的是一曲《玉生烟》啊，大家自己抽到的《玉生烟》送给大家。然后呢，差点要说差了。看舞蹈就在95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啊，大家可以点一点新生的关注，也可以点一点953的预约。感谢烽火哥，谢谢你棒棒糖。好，下一轮的话呢给大家穿一个金色的旗袍吧。好，有喜欢星辰的记得点一点你们的关注，看一看。等谁，感谢黄牛，谢谢你的啤酒，么么哒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只有旗袍，别的衣服还真没有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尴尬的是，再来几天953，我就要买新衣服了，衣服实在是太少，不行。大家喜欢新人记得点击你们的关注，然后等会儿轮麦结束了之后就回直播间去直播啊！感谢大家，等会儿还要那个备注一下。你这在耽误时间，我没有耽误时间啊，我两支舞都跳完了。看来我跳完第一支舞的时候跟你们多聊聊天，这样的话你们才不会说我在耽误时间啊。感谢小花。好啦，你要风月啊？风月已经不属于这一轮了，下一轮的时候我再把风月写上去好吧，我就不擦风月了，我就把那个第一个擦了，可以吧？没有看到，咱们等下一个麦序吧。15分钟之后还是我，然后夸你们，夸主播好漂亮的朋友们，你们5月份都会行好运的，好吗？好啦，我真的差不多时间到了，没有关注也没关系，那么多人总有人关注了吧。看你们都说主播好漂亮了，你们5月份都会写好运的，感谢。好啦，咱们就15分钟之后见了。